你觉得中文难还是英文难？那肯定是中文难。就拿一个我字来说，男的可以用爷，女的用老娘，皇上用朕，皇后用本宫，百姓用鄙人，老人用老夫，青年用小生，和尚用贫僧，道士用贫道，粗人用咱，文人用小可，豪放可以叫洒家，婉约可叫不才，对上称在下，对下称本座，平民称草民，英文就一个爱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能形容一下没钱会是怎样的吗？和尚没钱快去化缘，小孩没钱急盼过年，老人没钱难上加难，丑女没钱化妆美颜，酒鬼没钱看着眼馋，赌鬼没钱那就玩完，男人没钱看着可怜，女人没钱色鬼支援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听过领导说的最有水平的是哪句话？散会儿。哎呦我的妈！